呢個係負記案之一嘅主題，福音嘅主題。耶穌同佢嘅門徒講，佢將會離開，要離開佢哋。第二個，佢哋終於察覺到耶穌真係會離開佢哋。點令到啲門徒安樂，有啲擔心。所以耶穌激勵佢哋，叫佢哋要信賴天主，同埋要信賴佢。啲門徒同耶穌一齊住咗一段時間，只係3年左右。佢哋聽過耶穌所教訓嘅，見過耶穌所行嘅奇蹟，所以耶穌啊，我去嘅地方，你哋都知道嘅。但係當有啲抗議感覺，我哋唔知你去邊度。因為他只是想著一個信屬地理上的問題，去哪個地方。其實耶穌說的是不同層面的意思。曾過幾回耶穌就說出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經過我，誰也不能到我那裏來。而且我自己道路，不是說這條路走去某些地方，而是要帶領人去成為一種人，是完全分別到耶穌的願景和價值觀，透過與耶穌一起去到天父那裡。我們與耶穌就道路，因為耶穌才是可以清楚地比人是念樣表現出他父親的一切心思言行。所以耶穌講，你有沒有認識我，也必就必認識我。因為他是天父來，正如天父是他的名字。耶穌講的話都是天主所講的説話。耶穌當耶穌治醫治病人，都是天主天父所醫治的病。不過當耶穌在十字架的死亡，就不是說天父都死了。耶穌的十字架是天主對我們人的大愛，同情最崇高的見證。耶穌在道路，因為透過祂，我們可以找到全部天主的真正的本質。不過我們都需要等待，直到一天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，這裡要留意一件事是，如果我們話耶穌只是我哋嘅真見，而唔係道路嘅話，我哋係同天主之間嘅關聯咁鬼遠嘅。呢個就係今日又做福音物一樣，佢每日都同耶穌一齊，就
以為自己好認識耶穌，但係實際佢未能夠透過耶穌嘅説話同行動認識天父。今時今日，問題唔係喺耶穌身上認唔認出天主，而係能唔能夠認識到天主係喺呢個世界，係我哋身邊嘅人當中。今日有孩子，耶穌話：在我的家裏有許多住處。好明顯，耶穌講嘅住處係指天堂，但係仲要嘅要知道天主嘅環所主嘅地方，就係我哋每個基督團體每個人教會，每個基督團體係天主嘅一個住所。因為邊個人相信佢，就係屬於天主聖潔嘅一部分，唔係指物質上嘅嘢。係格林多前書聖保羅咁講：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供應，天主聖神住在你們裏嗎？呢個字包括基督同團體，因為天主係無處不在，所有地方天主都在。最後耶穌話：如果我哋直到喺佢裏相信佢，耶穌所做嘅事，我哋都會可以做。我哋都要做到，並且要仲可以做更大嘅事，而就叫我哋每個人繼續佢嘅使命。我哋可以做到更大嘅事，唔係只要有更巨大嘅成就。因為當耶穌同佢嘅門徒一齊嘅時期，有我哋嘅教會嘅領袖教教宗主教，上嘅神職人開始，我哋每個基督徒嘅責任都係一樣，令到我哋接觸到嘅人進入耶穌嘅道。真理同生命，如果我哋存留喺耶穌嘅愛內同心協力，我哋可以做得更多更大嘅事。雖然表面係由我哋做，但事實上係透過耶穌嘅力量做嘅。好似我哋全部有需要有更大的認識，我們都要繼續為世界帶來生命的量進力。